曾经从太空有一位外星人，他都从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你听到那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的声音吗？再来一次，那代表很远很远的地方。那他从那儿呢就看到四周地球，说哎，这个地方很有趣，我去看一下啊。他飞过去，怎么飞过去的？ UFO 他就走下来，走下来，哎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当然他不是讲，他不是讲这话，他还讲他外星话。外星人的话就是，所以呢，我到这儿来呢，其实这个是一个爱情故事，不要误会啊。他来到这儿呢，他就发现了一位女生，然后他就爱上了这位女生。太高了是吧？太冷了，那的确是很冷，我就是讲冷笑话。那他就说，哎，你这儿地球怎么这么多？就是好像，痛苦的事情、悲伤的事情，好像很多时候有一些冲突。他说：“哎，我那个星球是很平安、很和平、和谐的。”他说：“不如你过来我的星球看看。”他说：“来吧，你到那个。”他说：“太远了吧？”不不不，他说：“我唱首歌给你。”他就是用这首歌。Oh,